听说单纯的三只羊帅气法务要来监督小黄黄直播，机智的小黄黄瞬间掏出23厘米鸭脖现场带货。不是你笑啥？我笑这个鸭脖呀。鸭脖有什么好笑的？肉很多的感觉。你口水都滴下来了，哪里肉多了？哎，你们都在笑什么？它是风干鸭脖，所以它颜色比较深，就比较黑一点。嗯，还好吧，这个有点褐色，黑倒不至于。你们在笑什么？然后鸭脖也比较，因为是骨头嘛，比较那个比较硬。嗯。不是，你们笑啥啊？兄弟们想看他这个鸭脖有多长啊，是一个23-24厘米左右的样子，你看。有人说喜欢18厘米的。啊？我们没卖18的，只卖23厘米的鸭的脖子。好好好好好。我给兄弟们看看结不结实。这我可没有虚假宣传，你看。所以说他会是一个比较硬的感觉。你们问我他硬不硬，就我就觉得他挺硬的，这个脖子怎么了？我不太好意思说出来。日用还是夜用？还问你看他问动问题。你日用夜用都可以啊，白天吃完是不都行吗？你看看，这问题怎么了？你在想什么？鸭脖不正经，鸭脖挺正经的。到手一共8根，54.9块，然后有一根回去给你试吃。太阳光了。怎么？怎么？你们讲到现在是这个意思啊？什么意思也没有，我就是卖鸭脖，没什么意思。你干嘛？现在你多少粉丝？396.2万。没，我现在没有。兄弟们加加油，明天见合同。你开玩笑吧？小黄当着女神乔妹的面说：“师傅，小杨哥穿的衣服又贵又不好看。”粉丝跑去小杨哥直播间告状。我们 CP 啊，谁跟你 CP 啊？来，可以在帐篷里换衣服，再放帐篷里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一个进去。我先进去，等我。我进去换了，兄弟们。拉链啊拉。哎呀！小黄换完，法务换，法务。我去。没事，我们不看。哎，我们。哦，没黑过是不是？给法务留点面子。鸭脖有多啊？什么？什么鸭脖？不卖鸭脖啊！背景能不能换成红色的？哎，把背景氛围再换成红色的。别搞！你老开这玩笑，快点啊！哎，你中午怎么回事？老这样，叫你别换了，叫你别换了。像这个嘴秃的。你不知道女孩子把眼睛闭上是干什么吗？不是电影看没看过啊？你怎么卖什么品都哭啊？平时在家里不给我面子就算，直播呢。
然后，啊，有点不对劲。小黄，你侧面跟一下有没有？啊，小黄的身材感觉就是不同。小黄怎么一露出来就提示了？小黄，你今天只要把这裤子跳掉，他们昨天就疯了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go！ 没有。你知道官方怎么说我？这为什么你上就弹？因为你没有，为什么要跳假的？你们俩会跳什么舞啊？预备，开始。小黄那个，他这个做的真好玩嘛，这个。真的没意思了。这个你们会不会？这个很快的，让我先看两个啊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来看看小黄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开始。这是人吗，兄弟们？这简直就是神啊，这个。他一跳起来就不一样了啊。你想教我媳妇儿穿搭？不行不行不行。来，有请黄哥。你在笑？我很喜欢小黄，我媳妇也非常喜欢小黄。想不想玩玩？你想带你嫂子干啥？就现在。搞套穿搭。哦，穿搭。哦，穿搭。你想教我媳妇儿穿搭？可以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确定吗，媳妇？嗯。媳妇，你穿完你要露脸。露脸呗。啊。我觉得小黄穿的挺好看的。Later。 哎，你不要我命啊，你换的衣服啊，我媳妇呀，兄弟们。来，四娘，紧随其后。姨娘，这个是红蓝 buff 组合，来往前。媳妇，你穿的也是切尔西啊？你兄弟看看，来，我们跳一个，不放歌了啊。跳爱如火是吧？可以。爱如火已经跳了，兄弟们。